很紧张，也知道考完试之后会有人离开，然后也就是自己也不想离开，然后也舍不得大家离开这样。一开始我前面走 Bobo 嘛，我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就很想看看这一家店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是不是平常有忽略到什么，所以我就走得很慢才进去。所以就是真的蛮紧张，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其实过程真的蛮难，每一个步骤都很小心。就跟大家说加油吧，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对，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很不舍，然后也很加上也很紧张，所以大家今天就是没什么对话，然后没什么朝气，因为就是知道要面临这件事情。我们昨天有睡好？昨天啊，还没，我这边睡还昨天过得很紧。因为我们是从最开始就接触对方，然后一起共患难，然后到现在。等一下，就大家都蛮辛苦的，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我们其实心情很复杂，因为其实在这一路在修剪客人的过程中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我们可能没办法完成一个发型造型。心情紧张，跟着他们七上八下的，他们都很认真的学习，然后为了今天的比赛，他们前一天也都有练到半夜才睡觉，就这种感觉很像妈妈的心情，你知道吗？就他每个都是我的小孩，然后我就很希望总监可以真正的去帮助到他们。大家好，嗨，好，沉重，真的是沉重。对，跟姐姐跟修哥走上来，感觉那个空气的温度好像有点低。对，然后但是我能明白，就是他们面对的压力跟紧张。哇，真的要开始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，但是看他们其实每个都还蛮认真的在练习，然后也希望他们今天可以表现得很好。嗯，加油！大家有睡饱吗？没有。总监都替他们紧张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美法部呢，星星数没有达到标准，所以我们今天会举办一个非常专业的剑法比赛，你们真的要好好表现，因为这将决定你们的去留。除了今天专业的剪法技术之外，你们平常我们在营业中你们的表现也都会包含在分数里面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邀请到吴一宁老师来看你们。欢迎老师。欢迎老师。老师好。就是如果真的要营业的话，看一个员工会从很多不同的方面来看，可是我只是一个参考而已。对，好，先给大家30秒，先把头发微喷湿，因为要进行十字分区。对，那因为分区非常重要，所以不要开玩笑，不要硬扯，把它当真的客人一样对待。到了，不要再喷了。好了哈，好，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动作，一个叫十字分区，然后分完之后呢，你们就分你们的，总共50分钟。分完之后呢，再来进行水平的剪裁。水平的剪裁，第一层呢就是1公分，然后再慢慢往上叠。第二层就是1.5公分，第三层就是2公分，以此类推。计时开始。
时事分区也包含在那个计时里面哦，线要直哦，不要歪哦。掉在地上更不可以，对，掉在地上要去擦一下，不要忙拿来那个。哎呦，嗯，你前面分那么齐，后面不齐是怎样？后面没力气哦。可以继续。你好了吗？快。你这条线分了六分钟了。我很替佩涵紧张，因为很明显的是佩涵的速度比其他几位来的慢一些，所以我很担心他没有办法完成。你要分四区哦，还要剪哦。我觉得我今天表现得不好，因为我动作太慢了，尤其是在十字分区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说十字分区也算在评分里面，所以我就是为了要把十字分区做好，然后就会一直重复做这件事，所以导致已经过了十分钟了，我还在十字分区。我替妹妹紧张，所以最现在最紧张的是妹妹。妹妹。嗯。你有办法可以指引一下一下？现在不是考试吗？你就这样，我好想去指引他们。这不是考试吗？嗯，你要公平。老师是，我觉得那个妹妹啊，她又让我觉得很感动。嗯，感动。你看她就是不顾自己，就是个妹妹，她就这样跪在那边。她是一般女生不会。她是这样，所以我对他们的方式，他们的态度是最重要。那你刚刚说你最担心她，你刚刚讲的让我很担心。担心她是因为她速度比较慢啊。嗯，对。可是其实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，你看他没有分到他要的线，他就不会停。他不会像爸该说一定要分到要线，因为不然一般就是哦，反正我怕时间，我最后就是结局而已。嗯，可是你看他过程，你们两个这样看，是不是觉得他们正在经历你们刚开始经历的阶段？他们比我们更困难。因为我们有老师在旁边，一步走一步走教我，他们这个要自己一个人完成，每个都全力以赴的样子。可是我真的看到他们手指都在发抖。他们孟伟的手，一直在抖。对啊，我就是看到孟伟手在发抖。啊，他在。他在吐大气，他在叹气。看到他们拿剪刀啊，我手抖成那样，尤其是孟威，他手抖成这样，他紧张，我都替他紧张。来，我来帮你 stand by。孟威，我太紧张。紧张？你会吗？会。我一直在紧张，我手好抖，想说完了，真的完了。
今天15分。啊，已经十五分了。有问我说最不担心谁？我说你莫回。我本来也15分喽。我说他之前的表现太好了。我本来也是最放心的他。可是我今天听他一点捏把冷汗的。可能他太紧张了，夹子掉，梳子掉，然后我感受到他连手都在抖，因为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。他平常可以做得很好，但当有压力或者是大家一直在关注他的时候，他会有点紧张。我是觉得他很认真，对，他跟我第一次看到是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有投入，有投入。其实有时候考试可以看得出一个助理的可塑性，可是可塑性并不见得是技术，看他们有时候是他们的态度，态度，因为技术是一日，对，因为技术是可被量化的，对，被训练的，可是态度会决定于这个工作，他升任的这个过程能不能为这个沙龙带来更好的效益，并不是钱，而是说给客人幸福的离开，这个比较重要。25分钟了，亲爱的，你现在第三层吗？没关系，你不要看别人考试，还在那边看别人。考试就是偷看啊，不是？考试哪有还在看别人呐、啊？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好，但比较担心的是你们的速度。但是我觉得你们的态度啊、分区啊、对待头发的态度，我觉得都很好，很棒。然后前面这两位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已经进行到旁边了。哎呦，还会对水平哦。哇哦 ，Look at you！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 tempo，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哼我们自己的歌。一来是让自己不紧张一点，然后二来是可以让速度再更快一点，再加一点点自己的方式去剪。今天很感动的是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真的认真的去完成他们的任务，都全力以赴的态度，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。剩13分钟，我们可以的。你只剩13分钟哎，亲爱的，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，就先求结果论。我有听老师讲哦，求结果论。可能要大把一点才来得及。哎呦，妹妹使出杀手锏，赞！假人头架高，好聪明哦。考试是不行的啦，但没关系，我觉得不错。OK， 反应很好。对，他们不知道不行，没关系。最后10分钟，剩10分钟哦。剩2分钟，剩2分钟，速度感就出来。他后面速度感出来，前面怎么不这样这么帅？细心一点。剪了，剪了，剩1分钟吗？剩1分钟。1分钟。你的头发是不是要赶快先把可以修掉？修剪一下，超棒的。先把它不要有声音，对。真的，你真的到最后3分钟，魂才回来，快剪，快剪，就只能限定他10分钟，10分钟完，时间又到了哦。前面就是那他最后3分钟已经剪完了。我觉得很有特色，他是爆冲型选手。对对对对对。4、3、2、1，停！我喊停了，就离开。往后，我至少都没有剩的头发都剪掉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
们两个应该是第一层到第三层剪后面的时候，应该是还不错。错。我好想看他的，因为到上面比较赶，所以你上面的基准线就跑掉了。因为他头发是比较细的，可是他的线分得非常非常整齐，分线他是第一名，我个人觉得啦。那因为妹妹你在前面花比较多时间，有。哎呦，太齐了吧！难怪他花的时间最长。好感动哦！那姐姐的比我们好。所以每个人风格不一样。对啊，他虽然前面花比较长的时间，算已经算是很齐嘞。你是不是美发师？他这个检查过了，前面那两个甩过了嘛？对。他认真到脸上都是头发，都是头发。他也是。你们为什么？我又骂他，你的员工哭了，怎么办？他没有，是我吗？没有，他们是感动，他们开心，他有学到，他没有从你身上学到，所以他们很感动。可以吗？哎呦，很齐耶！我跟他们一样，情绪都很激动。为什么连他们被夸奖，我也想哭？那时候我就是就觉得好感动哦！不要哭嘛！好，我等下买蛋糕给你们吃哈。谢谢老师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就是每一个小朋友，从我一开始看他们到今天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得出他们的进步。他们现在是整个态度，包含眼神，包含整个动作，都已经是100%美发人了。我觉得很棒，好难抉择哦。请老师排名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因为如果是站在我的想法上面，因为是为了客人，对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那我不会只是看他们的就是技术啊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态度也很重要，还有对自己这个工作的企图心，对，很重要。所以我现在开始选了吗？对，就排名整体。哦，对。我不敢面对。给姐姐卫生纸。暂时的告别绝对是另一种重生，失去才是真的拥有，你们懂吗？所以我们要宣布，第一位暂时离开星之沙龙的是
涵，佩涵，对不起。他会是这个第五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他到最后的时候，就是他的现场随机应变很好，剪得很好，对，是剪得很清晰。你看嘛，我要回家，我等一下买糖果给你吃哈。他可能在沙龙里面会是一个很好的员工，会是一个很听话的助理，会是个服务态度很好的助理。但是如果我从很多方面来考量，我会需要他对自己的自信跟强烈的企图心，我比较看这两个。其实佩涵在整个过程中，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小女孩，她不会为了自己表现就强出头，但她又很认真的去学习，但确实她在某个专业上的表现没有几位哥哥的好，所以如果硬要淘汰的话，就是淘汰到了佩涵。好可怜，等你回来哦，佩涵。我看到他那个眼珠子里面那么大一颗泪珠啊，我完全崩溃。拜拜，佩涵加油哦！谢谢大家，回去要练习哦。好。今天暂别了心之沙龙，就觉得是我自己就是不够努力啦，就是练习不够多的。接下来下一位，蔡正。我们要跟你说，你这过程中你给大家非常温暖，而且非常技术性的给大家很多，所有的帮手们很多很有力的帮助。没有想到你比较累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哭，我要宣布的是蔡正，你是留下来的。啊？蛮会做效果，以效果来说是不错。你是留下来的。来吃哦。你吓我一跳。你吓我一跳。一开始是佩雅，就有点不舍，然后后来又说蔡正。我的眼泪就不自觉的往下掉，大家都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。接下来，孟伟，抱抱，什么意思？淘汰三个吗？不知道哎。今天孟维其实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比较紧张，然后你开始手比较多的失误，对，比较慌张在剪头发这块。但因为之前孟维在我们的团队表现，在洗头方面就是一直都非常棒，一直都是被客人赞许。对，客人都会夸奖到他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跟Joseph 部跟媒体部的讨论，就是孟维在整个团队就是积极度非常的高，但是我们也要考量我们平常的平常在适应期间的表现。
对啊，我们上来的功能就是跟没意见啊，对啊。我先讲啊，我就正向一点，先不要说谁不好，我就觉得一定要留下来。好，我觉得他太好了，因为我真的感受到，就是觉得孟伟，我真的觉得，不管是态度、积极度跟我随时看到他瞟眼，他都想办法随什么事情，姐我可以帮，我可以干嘛？对，我可以干嘛吗？他停不下来，你摄影机没拍，他还在。这点我非常认同。对，他自己也有在发服务，对，所以他经验的其实蛮丰富，专业度也很强，被客户认同的。嗯，是。对，他必须留下来。如果他走，对谁都不公平。我现在宣布，波波，你绝对只是暂时的离开。你一定要加油，好不好？你要赶快回来。哦，没有。他是在最后面，可是你可以看得到，这一个人其实他是可以有企图心，他有做到的。对。可是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样？对。这是我给他这个民宿的原因。如果他一开始就这样的话，他就不会是得到这个第六。辛苦了，宝宝。我有在偷偷观察他们两个，其实他们两个在团队里面呢，比较是默默付出型的。你只要请求他帮忙，他的一定都使命必达。但是他们可能，比如说在个人评比上面，可能没有办法像其他人这么的突出，以至于可能没有被看见。拜拜，可以回来啊，宝宝，加油哦！哎，这就是成长的背影。然后他们背着自己的包包，很孤单的背影。我也在想，他小小年纪心里在想什么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。对他们帮助其实都不大，因为要真正失去了之后，他才知道他拥有什么。就觉得他们如果来录影，我又没有来，就感觉怪怪的，有点可惜。就是希望他们还是可以继续加油，然后说不定你们会回来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再去多学一点。